嘿，吃不胖的小姨妈来喽！我们今天吃一个糖醋里脊拌米线，云南的过桥米线呢。先喝一个夏日缤纷的冷饮，大杯快乐肥宅水。啊，口气凉，心飞扬。哇，从哪开始吃呢？先吃个大里脊，太嫩了吧！轻轻一插就陷下去了，嫩嫩的，这家的里脊全都是肉肉。美味就要慢慢品尝，哈哈，吸溜一大口，太好吃了吧！第一次吃到这么鲜嫩的肉肉，忍不住多吃两口，油光锃亮的，太爽了！真好吃。来一大口肉，过桥米线配里脊，全云南就只有我这么吃了吧？哇！再来口正宗的过桥米线，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。吃。吃，开心到起飞，接着吃，这里鸡肉实在是太香太嫩了，我就是吃吃吃还不会胖胖胖。吃吃，一点形象不顾的吃，太爽了！好大一坨肉肉啊！烫到我肚子了！不时尴尬的接着吃。卷上生菜，一口干了。大餐之后要来个这个哟！哇哦，当当。